你就下不去了，嗯？是下不去。门给打开。不能啊！打开。 再打个灯。行，给我唱《空城计》。啊，正贤哥。 赵大牛为猴子，赵大牛为猴子，孙启旺、黄坨坨、于果子、何敬敏等67人命含冤而死。刘庆福、魏正先多年利用马帮贩银之便私藏大烟，获取巨大利益。上峰一有察觉，他们就抓阄杀人，栽赃陷害。 我身为魏正先副手多年，迫于魏正先的淫威之下，坏事做尽，在何福堂何老爷的教导之下，我决心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揭露魏正先的画皮，不再助纣为虐。穗桐，这他妈是你写的吗？啊？ 几个兄弟，谢谢。
这个案件问起的话，据说是个一个人干的，记住了没有？啊？明白。啊，还有，我不能回冯雷镇，我一回来就惹那么大事。 我以后再也不回冯雷镇了。还有那个，把我姐照顾好，好吧？还有，没了。 哎，来月，嗯，是不是何福堂叫你过来杀我？不是送我的。你小子把我大哥想成什么人了？你是不是想打死我，把金条拿走？别招我啊！你去哪儿？回老家。老家还有谁啊？我娘，我爹，我还有个妹妹。 你娘多大了？72。我娘要活着也差不多这个岁数了。兄弟，杀魏正先，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！你们自己一定要小心呐。嗯。好了，不用送了。
何故刺杀民团团长魏正先，遭到三省通缉？所幸众兄弟仍愿随他亡命天涯。可是何府堂却在这个时候病倒了。慢点啊！喝这，下一个。 哎，兄弟，你不用按了，你们的钱抵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的工钱和抓药的钱抵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五个人干了一天的活，就这点钱给抵了？那你还想要多少啊？大哥，怎么回事？给大哥抓药的钱，说咱们五个人干了一天的活，用这个给抵了。吴哥，啊，大哥。 天还早，我们再给你干啊！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刚才的账我们算错了，你们还道歉我们两块大洋。哎，喂，来人！大哥，大哥，欠多少？两块大洋。我们明天接着干，好吧？兄弟，你们明天不用来了，欠我们的钱我们也不要了。滚！好，好，走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是我们没能力。小北，给大哥弄点水去。本以为跟这哥几个能混出点什么名堂，现在药也买不起，饭也吃不饱，府堂哥眼看就快死了。你这家伙说什么呢？实不相瞒，快给我滚，少在这儿给我丢人！ 算了，小北在魏正先的民团那儿待自在了。小北，会好的啊！还不如去抢赌场呢。说什么呢？何福堂说过，不抢，不偷，不害人。记住了。 只有一条路了，走何叔的路。我做主把买卖了，范言，慢点，行不行？ 干嘛的，大哥？我们拉点活去镇上。废话，我问你车上拉的是什么？玉米、盐。不，你俩不认识，合租一辆车是吧？谁的盐呢？我的。你是谁呀？你就贩烟呢？啊？无声。谁让你贩的？ 你是谁啊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别，大哥，别，别，想活命的，东西留下，滚蛋。好好，走了，走了。
郑先呐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。但是现在，说句实话，我不能帮你。侯团长，您不能这么绝情吧？不是我绝情，马四海的船翻了，我不能和你们这些贩大烟的人走得太近。侯大哥。您看我现在这样哈，您就是看在我月月给您上供的份上，您好歹您得给我口饭吃吧，侯团长。您说，这让我怎么活呀？这个，郑鑫啊，现在我们算两清了，走。侯团长，滚！滚！韦正先，看看你的手，像个什么样子？削个木头的，装上。大哥，你身体行不行啊？没事。是你们几个？还是什么？就是，贩烟上瘾是吧？啊，爱好。大哥，大哥，上次不是孝敬我哥几个了吗？这回就放我们走吧。啊，你脑袋包没下去吧？没有没有。那就闭嘴。哟，这位上次没见着，少爷，少爷也贩烟了？这位兄弟，我想问一下。这条路为什么不能贩烟啊？知道这条烟道是谁的吗？我不知道。知道八脸。我不知道。看在这兄弟脑袋包的份上，你们贩烟我可以放，但不知道八脸，这事儿大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你们想去的地方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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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来，站一溜，站一溜，站好了，蹲下，蹲下。王司令那儿怎么交代啊？反正要是我不去啊。王三车上午要批烟土，我没给。老四，这事儿你说怎么办？大哥，你这是玩我呢吧？王三川的事儿我怎么能说？我看要是我给。你能给？老四，你放出去那批货，也没见你还呢。大哥，别听他的啊。老五说的对，老四，听说最近总出去找姑娘，我和大哥都知道了啊。你可别耽误大哥的正事儿啊。哎，老四，上次要你弄的那批货，
23号就到了，怎么现在还没影呢？我去了。放心，各位大哥。不行，哪天我跟老四好好弄一弄啊。初来乍到。哎呀，老四啊，你看你哪件事情办顺当了？您就是八脸哥吧？我们是受人蒙蔽啊，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，我们就是挣一点吃饭的钱。另外，老乡，老乡，老乡，开开门好吗？人受伤了，人受伤了，快救救好吗？老乡，老乡，老乡，啊，老乡，哎，救救命好吧？人受伤了，给口水好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老乡，哎，老乡，老乡，大嫂，救命啊！我兄弟快死！我兄弟快死，救命！
咱这附近有没有郎中啊？啊！哎，镇上有。大嫂，你家有药吗？大嫂，给您拿水行吗？弄点水。六娃，六娃，谁让你收留他们的？大兄弟，你快看看吧，人都快死了。记住了，八两是个鬼，以后做事儿规矩点儿，别打歪主意，啊！两位兄弟，有点礼物，孝敬八两。麻烦两位兄弟给带回去。什么礼物？印符。乖。叫过来，正常说话，听见没有？不然我现在就勒死你！说，小强，小强，你呀！干大事，我看你不行，瞅你那熊样，你觉得我不行是吧？你他妈把我打死！你不打死我，我出去叫人，你敢吗？你叫我等你，别在背后开枪，谁开枪谁就是我养的。我要在你背后开枪，我姓你的姓。老吴，你让他去。别开枪！回家吧，别再祸害人了。八脸哥，八脸。以后我要是出人头地，我得记着你的好，谢谢你成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何福堂。何福堂，我记住你了。
汉中署长匡新田每个月都会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孝敬给他的上峰，这里是他的必经之路。我探到风，这几天他一定会从这边经过。人走，东西留下。是土匪，大家别慌。上面的兄弟们，我们不是普通的商贩，这是汉中的匡新田署长，给西安的钱振华市长带的要紧东西，希望弟兄们高抬贵手啊！我这里有大洋五十块，就算请弟兄们喝酒了。什么他妈团长师长，人赶紧走，再不走打死你们。坏了，我们今天碰上狠茬子了，连钱师长都不放在眼里，会不会是王三春的人呢？这要是遇上王三春的人，咱可就完蛋了，这人是要货也要命啊。上面的弟兄们，你们可是王三春王司令的人呐。王三春，王三春有点意思，我是王三春吗？先热起来再说，把货先拿下来。王三春出来抢劫会报自己的报吗？应该不会。我承认也不对，不承认也不对。不过枪一响，他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。试试。试试。来人。快跑！王三春来了！王三春来了！快跑！快跑！王三春好用啊！走了，走。外加一张礼单，这是匡新田送给钱振华的寿礼啊！咱们成了携生辰纲的梁山好汉了，哥。不大，麻烦了，咱把人陕西军阀抢了，这里肯定待不住了。那去哪儿？去广元吧。去广元。一群废物！王三春，这个王八羔子，我费了天大的劲儿弄来的东西，竟然便宜了这个挨千杀的家伙。署长，马帮折在了石门，王三春的地盘在镇巴，在佛坪啊。我就闹不明白了，这王三春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？署长有所不知，这家伙当初在四川起家的时候不过几十条枪，如今他又自封镇淮党的司令，竟然成了川陕的大毒牙。现在他的人马至少有5000余人，如果真的是他干的话，咱们就只能认栽了。屁话！一群乌合之众，成不了气候。把告示贴出去，就说部队的物资在石门山道让人抢了，有知情者赏大洋1000块。把马匪的画像也一并贴出去。司令的画像。这他妈哪像司令啊？司令有这么难看吗？是司令啊，七爷，上面写着呢，说是司令带着人劫了军队的物资。放屁！司令什么时候去过石门？
看那边。哦，这都是金矿。王司令，我来中国三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。怎么讲？是这样，你的这一块地盘是一个风水宝地，在中文怎么说是聚宝盆？霍华德先生，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我已经跟我们司令说了，我们司令真的很动心。圣母能够宽恕你们无知的心。来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经过我这几个月的勘探和观察，在这里，还有这里和这里，都有非常丰富的金矿。你说有就有啊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？是这样，王司令，你一定要相信我的专业，我的技术，还有我这个教徒的良心呢。我先暂时离开一下。OK， 司令，请便。什么事儿？三哥，是这样，有一批汉中的物资在师门被人抢了，听说值好几万大洋。抢得好，不是我的人干的，是不是您派人去的？没有啊。那我就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你看看这个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有人打着你的旗号抢了这批货，现在石坤子扣你头上了，邝新天发通缉令要抓你。他要抓我，又不是我干的，我还怕他？三哥，这可不是怕不怕的事情。现在我们要搞清楚，到底是谁那么大胆，敢打着三哥的旗号。我去查。老七，抓到人，讨个道理。哎。有了，有了吗？有了，王司令，王司令，你看，哇哦，这个和我的评估果然一致啊！不，这个明显的高出了我的评估。王司令，听着，你要发财了，是吗？你看，霍华德先生，这个真的是金子吗？不。这个只能说是含金量很高，而且成色很好的一种砂金。你如果想让它成为真正的金子的话，你还需要一些技术上的提炼和加工。这太好了。这样吧，我这块地呢，归你管了。你就开始工作吧。咱们弄出的这金子呢，三七开，怎么样？王司令，我真的要谢谢你的慷慨，只不过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。你听我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工业的时代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力来淘金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淘金的船。我们这个采矿设备、这个厂房、器材，还有一个特别精密的实验室，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投入呢。我明白了。你想跟我合伙，我出场地，你出资金和设备，对不对？ No，不，这个，资金、设备、场地都是由你来出，都是我出啊，那要你干什么？咱们弄出的这金子呢，三七开，怎么样？王司令，我真的要谢谢你的慷慨，只不过。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，你听我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工业的时代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力来淘金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淘金的船。
我们这个采矿设备、这个厂房、器材，还有一个特别精密的实验室，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投入呢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你想跟我合伙？我出场地，你出资金和设备，对不对 ？N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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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不不不，这个，资金、设备、场地都是由你来出，都是我出啊。那要你干什么？我负责技术啊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这些东西它只是河里的沙子，它是山上的泥土啊。还以为这洋鬼子他投资呢。洋人有技术，咱们不就投点钱吗？他跟我说了，他说咱们这儿啊是个大金矿，估算着能炼出十几吨黄金。这买卖划算。嗯，这个我说霍华德先生，你看看这前期投资大概需要多少？这个厂房和实验室我们需要最好的吧？啊，然后这个采金船和采矿设备需要从国外来引进。嗯，所以我们本着节约的这个原则，最起码要20万。20万？啊，这么多。喂，兄弟们，七爷回来了。七爷，七爷回来了。七爷，七爷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七爷，回来了，七爷，辛苦了，七爷。七爷，北边的兄弟们发来消息说，凌云的风雷镇发生了民变，七八个人把民屯的团长给杀了，然后就跑了。风雷镇是民战，八成就是他们。嗯，不管他们什么成色，接了货就一定要出货。这样，你带你的人去松州，是，也去六盘关。嗯，和平也有可能，你带人去。是。会和当地兄弟暗获差人，一有消息立刻发鸽子信来。明白。嗯，老曹，广元儿我亲自去，你留在这里居中调度。是，备马。干什么？哟，哥，你吓我一跳。你咋知道我看你呢？想说什么就说。哥，你真是又损又坏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南下截了货，现在要北上去销货。王三春跟军阀根本想不到，打死他们也想不到货又运回广平了。只要老吴他们把东西安全出手，咱们洗干净了，谁也赖不上咱，对吗，哥？是这意思。哥，你真坏。哥好了吗？也是。欺软怕硬是人性的弱点，这一点我在美国就知道。只不过那时候拼的是设计图。现在拼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谁？我。喝水了吗？我还没撒尿。雷斯是买家，祖孙三代都是搞盗墓的，见的东西特别喜欢。销货渠道呢？放心，都是干团头生意的，自己有自己的道。把弹药换成银票，但是方便。
见着傅英姐了？没有。好，这趟官太大了。不是说丫鬟？是，起先是当厨房丫头，后来老太太不是死了吗？说明那孩子又挺可爱的。李老爷子一高兴，给丹姐就扶正了。既然我告诉你，让你放心，他一切都挺好的。这一路走回来，我觉得官员太乱了，遍地的袍哥、红枪会，王三春的人估计也少不了。哥，王三春肯定到处找咱们，公园是待不下去了，抓紧时间睡会儿，你爹也早走。你早就当舅舅了，孩子都六岁了，他叫李淑敏。哥，我睡不着，我害怕。那你盯着，我睡会儿。好。哟。这霍华德真有两下子，人家洋人效率就是高。哎，对了，这设备是从哪里引进的？说是什么比利时，然后运到上海，再让人给接回来。嗯，好。司令，请在这画押。这什么？啊，这是给霍华德先生的第二笔款，10万大洋。嗯，好。石门传来话说，八脸的盐帮一夜之间被人全灭了。有这事儿？嗯。咱们怎么办？要不派几个兄弟去看看？嗯。让老七去密查，看看情况再说。但是不要在江湖上泄露出去，好像我多爱的似的。明白。来来来，给你到这边，快躺下。嗯，七爷，八脸出事了。后生可畏啊！这段时间不但出事儿，而且都是大事儿，十有八九都是这伙人干的。查到什么了？兄弟们四处查探过，他哪儿都不在。哪儿都不在？对。还能上哪天？在广阳，肯定在广阳。哎呦，客官，里面请。给我们来七碗面。好嘞。苏七来了，你说什么？苏七在哪儿？在你身后。饭不吃了，走，一个一个走，别扎堆。兄弟，是叫我吗？是叫你啊，来，有话直说。咱能不打搅别人吗？
这个道上的过路呢？是过路的小鬼呢，还是瘟神呢？这位大哥，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，我们就是一些外乡人，别跟我们过不去了。外乡人不讲，和你们这几个外乡人。 有点特殊啊！你们是在风雷镇杀了人，逃出来的，对吗？你叫何府堂，没错吧？是，走起。好小子，居然认识我！ 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挑明了吧，好不好？我问你，石门军资被劫，是你们干的吗？是。有种，区区一点军资，劫了就劫了，屁大个事儿。可你们为什么要打着王司令的旗号呢？嗯？ 姐，是马帮误以为我们是土匪，我们才将错就错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谁是土匪？我没听清。不好意思，你真他妈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算了，废话不说了。接的货呢？卖了。卖了多少？20000。钱呢？ 钱在我这儿，我如数奉还，行吗，七爷？那太好了，凭啥给他？可以不给，我也没要啊，对吧？小满，这钱本来就是七爷的，咱不能拿。哦。 不能坐下，还有个事儿跟你聊聊。坐下。老夏，石门岩帮的八连被人打残了，谁干的？是我。 确实胆子大。你知道八脸是什么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八脸是王三春司令的救命恩人，你把他打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地盘冒名顶替杀人越货是什么后果？ 姐，师叔有意，容我给你解释解释。别解释，我最不喜欢听别人解释。你他娘的别废话，啥意思？啥货呢你？啊，枪都拿出来了，干嘛打我呀？ 那来来来，开枪！来开枪打我来！来，打吧！不打，请放下啊！放下！
王八蛋，你再狂我一枪崩死你。七爷，我碎了他脑袋。放下，放下。小曼，把枪放下。七爷，我们真的是被逼无奈。再说了，我们在明处，您在暗处，我不服。今天王司令让我来拿你的命，你服不服，都无求所谓。好，我这个人做事从不拉稀摆带，可今天呢，我想给你破个例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还可以再说三句话，把后事安排一下，能办的我一定办到。说吧。谢谢七爷抬举。这算第一句。我不是土匪，我是一个建筑师。还有最后一句。收好，防小人。老七碰上硬茬子了，我就知道，敢冒我名号的人，绝不是省油的灯。司令才是真英雄。马屁精！说错了吗？秦岭和巴山的一草一木都认识我，我不是真神，谁是真神啊？哼，我就是王三春。这是我媳妇儿，邓芝芳，人称白老虎。夫人好。不好。好不好？你说了不算。我听说，你们在汉中抢了匡新田的马帮。是。你知道匡新田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你说你可真不懂事儿的你，你这一抢倒是无所谓。这三个省都知道了，现在各路军阀都找我们家司令算账了。你说你这小子就是王八蛋。牵连司令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？哼，什么叫不好意思啊？王八蛋，拉出去毙了。慢着。这孩子不是道上的，是个建筑师，不会说话，你就别生气了啊。芬子在。这是这孩子交上来的两万银票。自己交上来的？主动上交。
哼，贺福堂，你胆子不小啊，之前还把八连给办了，这我没想到。最最要命的是，你还能让老七动恻隐之心不杀你。哼，实话告诉你，老七心软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你挺有面子的啊，但是我有我的规矩，山寨有山寨的规矩，敢给我栽赃的人你去死。司令，闭嘴，闭嘴。我知道你不是这道上的人，你想怎么死我就给你来个痛快的。司令。七爷，王司令杀我，我无话可说，我还得谢谢这么多年王司令帮了我很多忙，谢谢王司令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止假借您的名声抢了邝新田的马帮，之前在凤雷镇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杀父仇人叫魏正先，他是民团团长，有百十人枪，我们打不过，我们手无寸铁，最后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就说和王司令有交情，他也不知道王司令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我多次蒙混过关，算是没死成。最后老天有眼，我大仇报了。谢谢王司令，谢谢七爷。哦，还有这种事儿？是的，司令是三省的大英雄，我们兄弟只能假借您的名声。哼，又一个马屁精。怎么，说错了吗？我不是英雄，谁是英雄啊？行行行，你就是大英雄。这么说，你可是欠了我大人情了。是。既然你欠了我这么多人情，杀了你，以后找谁去要债呢？贺福堂。司令这话什么意思？听明白了吗？不杀你了，把你留下了。赶快行。咱们兄弟一块儿给王司令鞠三个躬吧。七爷。司令，谢谢不杀之恩。但是我们很莽撞的借着您的名声把邝新田的马帮给劫了，您怎么收场啊？邝新田算个屁，他敢管我？你不就是劫他个马帮吗？要是我去了，连他老婆我都敢抢，你信不信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？开个玩笑啊。还有，司令，王司令，八脸儿，八脸不是你的，八脸哥和王司令关系是特别好的，八脸怎么办？你先别管这个，我问你，你他是干什么的？哦，建筑师，就是盖房子的。哦，建筑师，你是？从国外回来的？是。你会修碉楼吗？哦，不知道司令是想收什么样的碉楼，有军用有民用的。司令是？哦，对了，军事用途。哦，军用有分很多种啊。目前世界上做的比较好的还是德国人，德国人做的有防御楼，有进攻楼，有防火炮楼，
还有有的碉楼还要修很好的地道，但是防水是必须得做好的。然后，啊，行了，行，来，你坐吧。坐啊。坐。我看，你留在镇淮党吧。今后你就是我的兄弟。老七，满意了吧？是司令您爱惜人才啊。看射雕处，高飞，果然找我。你是这一带第一刺客，是价钱第一。价钱第一。我不要人头，只要一只胳膊。谁？明天楼外楼见。兄弟，我在外面候着呢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大人，好一个好胜！今天多亏了你。你叫什么？我姓严，叫严森。严森。哎。哪人？陕西凌云的。你在陕西做什么？怎么跑到我们四川来了？不瞒大人，在凌云县我也是保安团的团长，得罪了仇家，全家老小都被杀了，我也是杀了人才逃出来的，这不还丢了一只胳膊。想我一个堂堂一方军侯，竟然在自己的家门前被刺杀，已经是丢了脸面，又让你这一个外省的小小保安团长搭救，传出去被人笑掉了大牙。啥意思？是我不该多管闲事儿吧？严森，你可能不了解我。我不光冷面，而且冷心。我明白了，为了您的面子，就得把我杀了。杀就杀了吧，反正我也没地儿去了。严森，毕竟是你救了我，杀了你会让我的手下人寒心。要不这样吧，既然陕西你回不去了，就先在我这儿
做个警卫排长。不是，我有点要糊涂了。做您的警卫排长，您是谁啊？这可是我们刘军长。哎呦，军长大人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不认识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今天的事，不许对任何人讲。这您放心，我就是把他烂在肚子里，我也不会告诉别人。嗯，哎，这个人不能留，可以推荐到刘湘军长那里去。他的心比我宽，什么鸡鸣狗盗、三教九流的都能容忍。这样也算我们对得起颜色。赢了，赢了算你们的，说了算我。谢谢嫂子。哎，来来来，快！哎，我们再来。哎，嫂子，我又杠了，手可够臭的啊，没少输钱吧？哎，没有没有。哎，好碰。三哥，嗯，八两来了。见司令，我们回避一下。嗯，你去吧。事儿，您都知道了吧？哎，这事儿前后我都知道了。您看，怎么办吧？你是来找何富堂的吧？是。你是我兄弟吧？是。何富堂也是我兄弟。这事儿怎么办？你说吧。三哥。我知道何福堂现在是你兄弟，我不要他命，我就要他两条腿。这您总有面了吧？我说八脸儿，我说你这孩子，这谁也没有抱着谁家孩子跳井不是吗？这不都是话赶话的事儿吗？啊，这样吧，给你1000块大洋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2000，2000，行了，兄弟，啊，嫂子，我不缺钱，八脸。你今儿怎么了？啊？三哥嫂子的面子你都不给啊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救三哥命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个裤裆里撒尿？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滚蛋！好好好，我滚，我滚，我滚。八脸，你怎么说话的？
八两。他不是八两，我是八两，他是我哥。不管谁是八两，不是要我腿，我给。打了，八脸哥，再加2000大洋，这事儿了了吧？了不了。三哥，八脸，扭气，别动。这能不能了？见识了在这动荡的年代，人们残酷与无奈的一面。只要为了生存，为了利益，什么兄弟情义，什么救命之恩，完全没有意义。看来，何府堂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，如何应对以后与王三春的关系了。林长官，您最近有些闷闷不乐呀？会吗？属下看得清楚，您心里啊在怪我们军长。不会。您不知道，我们军长把您推荐给刘翔军长，兄弟们私底下甭提多羡慕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说句吃里扒外的话，我们军长和刘翔军长性格正相反，人家留得住人才。再多一句我都不敢说了。谢谢兄弟。哎，军爷里边请。您呀到我这就算对了。您看我这东西多好多漂亮。哎，您仔细瞅瞅。还成。哎呀，军爷，不知您是要买几件啊，还是要做几件啊？做。啊！你谁让你做了？哦。不知军爷是想做摆件、串珠，哦，做菩萨。做一只手。做手？小店从来没做过手啊，军爷。那是没遇着我呀。你还是到别家店去看看去吧，小店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我还就看上你了，不给我做。